谢谢谢谢我们的四位队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舞者为大家呈现的开场大秀，谢谢各位。来来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队长先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王振宇 Jackson。嘉尔队长，接下来一博。大家好，我是一博。一星。大家好，我是张一星。华哥。大家好，我是小王。欢迎四位。四位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大家的心情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今天也是直播嘛。我们四位队长呢，从一路的这个街头的海选，再到抢毛巾，再到全国的一百强，然后呢，再有小黑屋选人呐、还有四场复赛的一个激烈的对决。其实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好不容易走到我们的决赛了。这一路走来，这一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嘉尔。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一开始可能，通常如果不参加这个节目的话，我会忙很多音乐，比如说其他的项目，是，但是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去练舞，对，然后也学更多新鲜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不一样世界的一个感受吧。所以一边在当队长，一边自己也在学的过程当中，对，一直在学。好谦虚啊。再来听一下一博队长。对，我也是学到了很多，然后也交到了很多朋友，同时让自己身体的肌肉感觉又更加就是更好了。对，从来没这么上头过吧，参加一个节目这么上头。对，因为是喜欢的东西嘛。是，我们看到全球精英联队已经产生了，我们来看看两位队长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寄语好不好。首先我们有请王一博队长。好的，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这届战队成员之一，跟大家一起见证这届第一支全球精英联队的诞生。没错，我们的这支全球精英联队呢，将会获得这就是街舞节目的品牌授权，在未来一年当中，他们将会在全球30个国家应邀发起至少100场这就是街舞的线下赛事和海选，将全球热爱街舞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引入到街舞宇宙当中。而我们的这8位主理人呢，还将为中国街舞的优秀选手、优秀的厂牌提供助力和支持，让他们去往全球各地参加世界顶级的街舞赛事，同时他们也将把全世界范围内最顶级的舞者和厂牌引入到中国来开展街舞文化的全球性交流。接下来我们也有请王嘉尔队上送上寄语。让我们一起生而无畏，无惧风雨，为爱而战，与子同袍。 Let's go。 是的，这也是我们勇闯天涯 Super X 生而无畏的挑战精神，够胆 Go Battle， 让我们一起向全世界传递街舞文化的和平、尊重和爱。也再次的感谢王一博队长、王嘉尔队长，请两位回到我们的队长席，继续把舞台交给左哥。谢谢。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在全球观众的同步见证下，一起来见证我们街舞宇宙的第一支全球精英联队成员的首次亮相，以及我们联队的 logo 首发，请看大屏幕。On yourself, on your faith, on your dreams, on your mind, on your health, yeah. 'Cause I've been living life right, like I could just die any minute. Going for a ride down the side, PCH country limit. I don't need a guide, follow lights, take me where I wanna visit. Are you alive?Driving at night, windowless ride, feeling alive. Nothing in sight, forever in flight. Follow those lines, we'll make it this time. Blurry street lights, work as a guide to memories that we're making tonight. Oh yeah, we'll make it tonight. Yeah, I'll do anything that I feel like I wanna do. I'm living life like I got nothing left to prove. No end in sight, just always staying on the move. I'll go all night if that's just what I gotta do.
by everybody in sight. But trust me, being free ain't spotlights. No, it's long nights and it's long fights with yourself all the time to get your mind right. But if you put in the work, you can find the light, alright. I'll do anything that I feel like I wanna do. I'm living life like I got nothing left to prove. No end in sight, just always staying on the move. I'll go all night if that's just what I gotta do. Life's too short to care about what you can't afford. Memories are in what you explore. So just don't be ignored. Go ask for more, go ask for more. I've been living life right like I could just die any minute. Going for a ride down the side, PCH country limit. I don't need a guide, follow lights, take me where I wanna visit. Are you alive or just breathing? Cause I've been living life right like I could just die any minute. Going for a ride down the side, PCH country limit. I don't need a new wagon to build it, let's go.王嘉尔队长来到我们的采访区，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上麦克风好不好？我们也感谢熊猫团，邀请我们的熊猫团一起和队长来到我们的采访区。队长喘一会儿，喘一会儿。来，我们先请王嘉尔队长赶紧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们是 Panda Pack，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Panda Pack， 我是 我是庄寻那个 J 这个 Sean。Hey. Jay Sean from Panda Pack, what's good?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Cici 林凯伦 ，what's good? Yo, 大家好，我是 Ice 杨昌信。Yay! 那王嘉尔队长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再次回到这届总决赛的舞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什么心情啊？什么心情？好久没跳舞，然后跳了练习了两天，全身都好疼，所以真的不容易，你们队长们。真的拼了他们的命了，所以我觉得要给他们鼓一个掌。博哥看到嘉尔跳完也喘成这样，是不是心里安慰很多？对，就是在这想，谁都会有这一天的。对。其实这一次王嘉尔队长不仅是自己带来队长大秀啊，而且我们看回归大秀里面也有我们新伙伴的加入，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熊猫团？哦，这是 Panda Pack 熊猫团。那长话短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音乐可以让分享给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华人制造出来的音乐。没了。对，谢谢。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很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华人音乐力量的计划，是不是？是，是的。那再次的感谢王嘉尔队长为我们带来的回归大秀。你也好辛苦啊，一直。OK， 加油加油加油。
Battle for peace, let's go! 是最后一句，最后一句，马上我们的终极 battle 要来了，我们的八位要面对这一次可能是轮数更多的终极 battle， 有没有什么寄语要给到他们的？我觉得顺其自然嘛，真的，你说，对，比赛很重要，但是最后还是 ，you know， 是我们能通过这个舞台最后留下点什么，因为留下的东西是一辈子的嘛，对。好的，谢谢，再次的感谢王嘉尔队长，也谢谢熊猫团，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Pat Pat， 谢谢，谢谢谢谢四位，四位请稍。